框架选这支算是比较保守。好，最后是锁下了蛇女，两边阵容大概亮出来。那我们现在比较好奇是 TM 最后会怎么选择？果然是把牙术放到上路，在我记得在 L 怎么一回事哦？这边牵上线之后，哇，最后是被绑住，然后结果这个 Q 的二段跟着，不管是跟着 support 或者是跟着上路，然后到对方也去做一些入侵哦。他这边的辅野联动就原本来这边很凶哦，回来还是要抢这个局势，虽然是抢到了，因为下方的 NH 队也来做支援，被你抢，最后非常的低，这个闪现挡成，所以这边你们这前面一定要打。 出一些小破口，不然你到后面是完全碰不到这只凯特琳。对，还有卡玛加速，还有 Rain 的乌杰兵座上路 ，Benny 这边跟 Rain 来是要带服这只小纳尔，纳尔现在身上没有怒气哦，哇，是直接开大顶起来，就直接把大姐放下去。 最后一点是血量 ，K 这边也过来做支援了。哇，贝蒂香最后非常掉，但是一直收不掉 BD 上面一直抖来抖去，哇，最后还是被 K 拿下这个人头。难听点就是你逛街的时间太多。哇，九龙这边听到周老师之后呢，马上一生气，一怒之下一个一闪撞到 K 上，再一个大绝炸回来。哇 ，K 这边用一个护盾把自己血量补回来之后，再配上这个 Rain 的虚弱，这边艾希还有大兵剑哦。哇，艾希这边还是大兵剑会出手，哇，这边敌就是出手，直接站在 Breeze 身上哦。哇，配合上这个冰河练习，直接把 Breeze 给带走了。K 仅剩的一点血量也被神手棍给。 点掉，最后 Rain 只能脚闪现往下。已经出完3件套装了，而且也出了这个制作魔器哦。那在护盾 K 给凯文更多帮助，被你们把 K 底翻了起来。虚弱套在神手龟身上，冰河练习炸两个人起来。Breeze 在后方持续做输出 ，Breeze 完全无视 Unify 在后面一塔。哇，同学你这个血量，因为他身上天使甲所以打的是狂了一点，但是他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，队友能救到他吗？没有办法。哇 ，Breeze 这边有点糟糕啊，他刚刚是扛着蛇女的伤害一路走过来，好像完全没有发觉啊，好像也不是这么好打。 这边其实就看，其实最后还是要看这个蛇女在会战的发挥。她如果大绝可以很成功限制住例如亚树啊，或者是雷克萨斯。我这边哇，水箭出手射在 Rain 的身上，尝试做开战，蛇女一直往前做输出。雷克萨这边进场，雷克萨这边进场搬起人，但亚树以后亚树跟上了大绝 ，Kenny 血量非常的低哦，但是这边 Kenny 是被点掉之后，亚树哇这里翻了2个，我们蛇女给收掉了，雷克萨也被神手龟给点掉，接下来非常糟糕，不一直被大绝给炸了，我要站在蛇女的旁边。 他跟神女 Unify 哇没有办法做到1换1哦，因为有4个一起揍他，比较缺乏一个开战需要的手段哦。而且要把握这个机会，尝试开启这条八龙。我这个 Q 好痛，我这 Q 的确是非常痛。哇塞，这边是直接把艾希给收掉，而且 BD 血量非常低 ，Unify 在这边血量也不是很够，再次出手，这次收掉了卡莎比亚。 我、这边再度丢出来，但是 BD 显然就稍微厚了一点。我这边卡玛跟上那翻花，看起来是已经翻得不错了，可惜就是接下来没办法跟上。哇，魔法水箭出手射在瑞的身上，但并不影响8龙速度。瑞这边要上来做牺牲哦，冰河练习砸下来也没办法做任何伤害。哇，这边最后是8龙由我们被你给中掉，哇，还收掉了 Candy， 而且瑞他是成功的。我觉得他Gemini来他在会战中其实扣大扣的都蛮彻底的。 他是后到卡开了，炸回柜子。哇，这个再次 Q 伤害非常大。这边尝试一闪开战，但是并没有办法，对方的点位给炸回来。下来是没有东西的。翻了过来是把 Unify 给翻起来 ，Unify 血量非常低哦。球统这边是先被 K 给收掉，上方的 Candy 也倒下 ，Unify 缴了这个闪现过墙，保护住了自己的性命，但他血量非常低啊。这样子的话，势必上回家做一个回补。然后在这边下方的水晶冰塔减掉了。 哇！剩下最后一个珠宝双塔掉了一座之后呢，剩下上面一座，这势必上看再不开来不及。哦，那这次推了4个人 ，Rain 的位置非常危险呢，脚闪现往后做撤退 ，Rain 这边只有大到 Candy 一个人，血量非常低的，当然他有天使甲，等一下苦乐又要背起来了。这边凯特琳的输出完全没受到限制哦，这一次的输出非常多，直接打掉2群非常多的血量 ，Unify 走不掉了，剩下最后的神手棍，这天使甲起来之后呢，也是要去了、哦。哇！在倒了4个人之后呢，最后这。 主宝也要被点掉了，恭喜我们的 TM 在波舞赛之中拿下第1场胜利啊！其实这一场最主要的关键不是这个凯特琳，是这个卡玛。像在他们中路有一波进野区的时候，被一个卡玛 Q， 然后造成大量伤害，而且又留住所有的人，所以其实他们就是输在那一波会战。卡玛表现非常不错，前期在拿到了人头一些优势之后呢，发育上面也发育超过蛇女非常多嘛。那在会战中，不管是他的团盾加速，甚至是他的 RQ 伤害。 都给对方非常大压力哦。好的，那么这边